你们家务条件都比较好，要不要是吧？那天晚上是哪个老干的事嘛？是邓老板干的事，是新锅噻，肯定是。是邓老板干的事，邓老板赔一下。哦，海哥的手机。邓老板。送你一台手机的。没拿，快回来。你们那里要拆三万。这样的话，人家要多。人家要装几次啊？装一次，一次他妈一万多。你买几千块钱一万多的什么四口？一千多吧。哦、不好意思啊，忍到我的脚了。没事，你应该说你的鞋子踩到我的脚底这个是要比我那个好多，比头冠要好放一点。你玩一个头冠。第三个那个全球本的人，在这儿呢，还是挺好的。到处都是。去过来，我们之前本来说那个要去美国三点零 T 的那个。